期推出了新系列的团综《苏珠 Returns》。在最新一集中拜访了王牌制作人罗 PD， 要求跟对方玩游戏。罗 PD 祭出了经典游戏之一《人物 Quiz》。他公开手中的照片后，全员必须在三秒内说出照片上的人名。没想 Super Junior 成员们前两轮的游戏在第一棒就失败了，让罗 PD 惊讶表示：“你们比想象中还不会玩游戏啊！”第三轮游戏由最有自信的一生担任第一棒，他正确回答到了全道宴。没想罗 PD 却说他答错了，让全员感到很纳闷。罗 PD 才发现工作人员将名字写成了张度练，顿时感到很惊慌，还反被银赫盯出局，失误场面引发爆笑。后续东海认不出电竞传奇人物 Faker， 也遭到全场吐槽，怎么可能不认识这位，真的太扯了。